迎大家收看他们的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 Mimi 刘敏庄。今天我会继续跟大家重温一下1981年香港电台制作的一个经典单元剧系列《岛的故事》。其实当年制作这个十集有关小岛的剧集，我相信所花的时间和心机一点都不少的。以前我们的拍摄全部都是用菲林的，器材又多又重，制作队要去匀10个岛拍摄，上山下海，真的现在看回一点都不简单的。所以这些咁珍贵的剧集和片段真的很值得我们再一次去重温。就好像今集《岛的故事》里面那样，我们可以看回30年前塔门一些渔民家庭的生活和传统的文化习俗。这些传统文化已经在香港买少见少的了，我自己看回都觉得大开眼界。我个心都有个谜嘅，你估唔估到咧？我唔估啊，我唔想估啊，你唔好嗌我估啊！你估到先至奇啊！估嚟做咩？估到又冇奖嘅。你又话同我爸讲嘅，做咩你唔要埋你啊？我啊唔急啊，我今年先23，你急啲啫嘛？边个话我急啊？阿爸阿妈要我嫁啫嘛？梗系啦，你24岁女啊，仲唔嫁？你都唔会嬲死你啊！女仔大男仔一岁好噶，你知唔知啊？男大七啊，女大一，咁样先会挺肥屋人。唔怪之我阿妈话你啲咁嘅相啊，好好生样，生亲都打妈。我唔理，总之嗰日咧，我就要化妆，要点发，我要影相，我着衫要着垮，仲有你啊，打锣打鼓嚟接我啊！我有话过娶你咩？哎呀，我有话嫁你咩？喂，今日加价要会啲人上个艇嚟喎。睬都傻啦，两个够晒数，多个人多一分嚟噶嘛。下次佢哋再嚟啊，叫佢俾多啲多仔丸你啦。阿妈，你系咪食咗好多多仔丸噶？唔舍得咁多个啦，食咗仲得了咩？
系仔就多多都唔怕，养十年可以帮得手啦，养廿年又可以揾到个人翻嚟帮手啦。老豆啊，阿娇份人几好噶，不如揾佢翻嚟帮手啊，好唔好啊？真唔真噶？乜佢老豆肯放人咩？早啊，应该要放人啦，女大又要出门噶嘛，掹住喺个艇嗰树，我咪嘥晒啲人种。福伯份人平时咁晓计数，自己盘数计极都计唔掂嘅。点到佢计啊？真系成个外府上，个名字又叫阿福，整定噶。你好中意佢咩？佢话好中意我噶。佢话要娶你咩？佢话要拣我嘅。阿女，你帮多我一年好唔好啊？老鼠翻季就嚟噶啦。哦，我帮咗你好多年噶啦。你帮埋我呢一季啦，阿爸冇咗你啊，好特别噶。问阿妹啫。咧嗱，生女啦，生女啦，啱啱帮得手啫。佢话而家去帮人。阿娇啊，咁你咪加持一啲咯。其实嫁人咪好似驾只艇一样。想想够未啊？我生一个你又男一个，呢个我想生埋。阿妈俾啲阿妈食。乖，嗱俾阿掹你啊。家姐，快啲嚟，爸爸拍照。冇错。嗱，你又阿妈，你又阿妈，你又攞阿妈。我老实讲俾你听啦，我个娇女啊系最大嘅，佢又最帮得我手嘅。我而家将佢嫁咗俾你个仔，咁我朗公婆咧都咪话唔伤心噶。好事嚟嘅，好事嚟嘅，同得阿福哥你做亲家真系好福气啊！我嫁嘅女咧就想佢开开心心啊嘛，大家都要开心系咪？我明白嘅，福哥，你份人不嬲都咁大方嘅，你话事啦。吓，我都做唔够大方，我忍挨夜挨埋大啲女啊！喊饭都为人挨嘅，哎呀，福哥，乜你咁讲啊？大家都自己人咯，唔啱咪讲到啱咯，你话系咪？系咯系咯，你一句就我一句，唔啱咪讲到啱咯。嗱，福哥，一句说话啦，你话要几多就几多啦。系咯，大家就嚟做亲家咯，你想要乜嘢唔怕讲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嫁女啫，不想卖女啊。我们嫁一个呢就少一个，你们娶一个呢就多一个了噃。我们一向人觉不够啊嘛。我想话大家分匀啲。我们两个啊，我好中意你阿满噶，你阿满过来帮我哋手好唔好啊？咩话？叫我阿满嚟嫁你阿娇？想创你嘅心啊！啊，友哥啊，嗱，我哋咁多年嘅朋友，唔系你帮我就我帮你噶啦，系嘛？呢次算你帮下我忙，得唔得啊？阿福哥，如果我阿满娶埋你二娇三娇，咁你又帮唔帮啊？你咁讲即系打横嚟讲啫，乜问晒成个塔门啊？当个人咁戆居噶，帮外父喎，好戆居啊！你唔啱，大班啱。哦，原来你哋一早睺住我哋个仔。是你的仔睺住我的女啊！唔好话你个女留埋你，系要嫁你个仔啊！几多人肯要啊？等等等，跟住唔肯等啊！我叫唔嫁啦，我阿妹都唔嫁啫。等于幽梦，会令得你又醉又迷。就是有乐趣强乐多苦，美梦过难以后。老土，你话边个？你老豆咯？我老豆，你老豆咋？阿娇，我系个男人嚟噶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明啊，我哋咪想揾多个男人咯。
揾咁嘅男人就唔好揾我。唔揾你揾边个喎？阿你老豆揾嗰个啦。咩个人咁盲崩崩嘅啫？系咁噶啦，你谂清楚，一系就跟我，一系跟你老豆啦。我跟你，你跟我老豆，唔得咩？唔得。你自私，你呃我，你又话爱我，而家明知人哋难做啦，你唔帮我仲虾我，我而家先知你个人系咁噶。你去边啊？你都话唔中意我，我咪走啦。你是大女才好啊，又捱得又做得，我就是喜欢这些这样的新抱了。娇女啊，你回去叫你阿爸早点放人，你来了我们这里，你喜欢几时回去就几时回去咯，我们不紧要的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过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不做得两头走的。是不是呢？我都说女人是最易化为的了。最弊阿福死了可以变镜啦。女啊，你平时系最管事嘅，你阿爸阿妈仲锡你嘅，唔啱你翻去妈佢哋讲下，叫大家将就下好唔好咧？哎呀，阴公咯，唔见咗你两日啫，成个落晒影，阿满个衰仔又唔知去边处。有婶啊，你唔好话俾佢听我嚟过喎。得啦，成个塔门得你一个何大娇，唔中意你中意边个喎？阿满翻嚟我实闹佢噶。阿满啊！阿娇女咧就话你系一个男人嚟，不过睇落你唔系乜几似嘅。你咁讲咩意思？阿满啊，你唔好怪福伯啊，佢时候都系咁讲笑噶啦。乜你以为识攞鱼识搵钱，娶翻个老婆咁就系男人噶啦咩？唔系男人系咩啊？系你系男人，不过你点样都唔系一个真真正正男人嚟。你有咩咪快啲讲咯，阿满啊不嬲都好听你话噶嘛，系咪阿满啊？我问你，做老婆我嚟做咩嘅？你唔识打咧，娶老婆咪净系生仔生女，同埋煮饭洗衫咁简单，佢系好复杂噶。嗱，有时佢又笑啦，又喊啦，又会嬲啊咁，仲有时佢好唔开心噶。你估木头公仔啊？系人都系咁噶啦，你根本都唔明白个老婆点解会唔开心。佢十次着咗九次啊，都系为屋企嘅事。嗱，比如话佢老母死咗啊，佢老豆啊争人周身债，咁你点啊？咁点？唔通可以帮到佢哋啊？得啊，嗱，等于我咁咪得啦。我同佢老母执撞咗，
同佢老豆還咗債，嗰陣時大喇喇成萬人噶。如果淨係你捱咩？我都有份捱噶嘛。呢嗱，佢講得啱啦，咩事都好，係你哋兩家嘅事。我嬌女就想嫁你，我哋又想你過嚟幫我哋手，你唔可以話唔理佢噶噃，你一定要幫佢諗辦法，咁先至係啊嘛。係啦，滿嗱，你哋兩個都咁好啦。咁我哋就咁欢喜你噶嘛？诶，过嚟啦，我哋大家都会过得很好好噶。唉，唔多说话啦，得啦。阿满佢好聪明噶嘛，佢自己识谂噶啦，佢个男人嚟噶喎。你有宣布啦，阿爸阿爸，阿细个肚痛啊，好紧要啊！唉，傻仔唔使咁紧张，女人生仔系咁噶啦。唔系阿爸阿妈话惊你等唔切噶啦。由呢度去大埔个零钟头啫嘛。佢第一胎喎，阿爸。定啲啦，你阿妈成日都帮自己执仔，佢识得点样做噶啦。唔系阿爸阿妈都话第一次同人执仔咯，你睇附近有冇船可以车埋帮下手啦。啊，老豆啊！不如嗌福嫂條船車埋嚟幫手啊！佢哋連上咗緊啫嘛，點知人哋肯唔肯啊？唔怕啦，等我試一試。嘿，又似爸，乜佢哋都需要人幫忙嘅咩？佢不嬲話好威噶。威係點啊？啲嘢嘢唔到你係男人叻啦。爸，不如你幫我哋女人生個大屁啊！執仔咁好名，我啊真係唔信啊！咁啊唔奇怪啦，佢哋幾代都係旺仔唔旺女噶嘛。阿媽。如果你帮他们执，可能会不同的。为什么？你旺女的嘛。这样又不错啊，帮他执回个女，等他尝下滋味，不用不邋遢都好的。阿爸，那你就答应阿妈去帮他们了。啊，你的羞辱啊，伤了你当真。不是什么，是这样先。嫂，執凍啦！嫂啊，放鬆啲，唔使咁大力啦，你慳啲力，慳啲力。家嫂，忍住啦，忍住啦，家嫂，就得噶啦。嫂，你
定啲，就得噶啦。斟到碗姜茶，哎，唔使啦，我肚啊，一家留翻嚟饮汤噶嘛，汤啊，时时有得饮，一于饮都碗啦，大家咁高兴，好难得噶嘛，你又好啦，而家得翻个男孙啦，啊，第日多个好帮手噶啦，使乜第日啊，而家又多个好帮手啦，阿爸你唔使惊噶，吓，我哋都多咗个帮手啊，喂。你两个搞乜鬼啊？我哋两个已经决定咗轮流转，一人轮一转。即是话咧，两只艇，两头住家，一个月一头，你哋话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好啊！好喂！好啊！三女啦，啱啱帮只手啫。佢话而家去帮人。阿娇啊，咁你咪驾迟一啲咯。其实嫁人咪好似驾只艇一样，攞下攞下就一世噶啦。嫁唔嫁都系攞下攞下有一世噶啦。相信经历过婚姻嘅人啊，都会几认同阿娇妈妈咁讲嘅。其实嫁人咧就好似嫁俾只艇咁，攞下攞下就一世噶啦。我想每个人当初决定结婚的时候，自己的情绪应该会是几复杂的。当中会有开心，会紧张，会期待，同时间又会担心，又会不舍得，又或者是怀疑自己会不会是未 ready 呢。不过结婚之后，眨下眼很快就过了很多年，快到自己都不记得曾经有这么复杂的情绪了。我觉得无论婚姻是怎样都好，最重要就是问心无愧，活在当下。其实塔门这个名字，我相信很多人就去过，但都不是很清楚个名字是怎么来的。但是呢有个名胜的人就很清楚了，就叫女字叠石，或者叫叠石。叠石来说就好像塔佛塔，所以呢在古时的名字就叫佛塔门。那个门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在这个女字叠石附近呢就有一个海石洞叫塔门洞，好像个门户那样，两路加起来就叫塔门了。其實塔門嚟講咧，就都係一年四季都合適嘅。不過唯一咧就塔門啊冇海灘，夏天去咧就冇水遊。咁但係咧就因為夏天嚟講咧，就啲色温好靚嘅，啊可以望到咧就哇，即係藍天白雲啊，啊藍蛇尖啊咁樣好清晰嘅嚇。咁啊呢度係相當唔錯嘅嚇。咁同埋咧就塔門咧又有啲地方咧就因為佢。就不是太大，咁啊變咗咧行起上嚟咧就都幾輕鬆。塔門嘅英文名咧叫做 Grass Island，
個名名副其實，一啲都冇改錯。因為塔門島上面真的是一個無敵靚景大草原，整片綠油油草地對住一個大海，有很多農友和準結婚的新人都會去這個大草原拍照的。其實去塔門的路途都不算是很遠，每天都有定點的船期，如果大家閒日有時間去就最好了，因為可以避開那些假日人潮，一個人和牛牛獨佔一個無敵大草原。繼續跟大家重溫一下1981年播出的《島的故事》。在這10集的單元劇裏面，我相信裏面一定有一些你和我都未去過的小島。以下下來跟大家一起來重溫的小島故事，就是一個叫神溪島的地方發生的了。点啊？有冇云浪啊？我哋啲金牌导游咩风浪未见过啊？风浪系见到唔少，但系次次都被白粉打低咧。你戒几耐啊？食十年，戒足十年。戒唔系难嘅，不过戒咗唔食翻个难啫。总之今次就自己买自己猪仔把啦。一年好快啫，一年之后好似我而家咁咯。大家自己有冇人先講啦？裏邊係咪一頭牛藥可以醫得嘅？牧師冇同你講咩？講咩？不靠藥物，不憑己力，只靠耶穌。講過啦，講耶穌嘛，冇用嘅，嘥氣啦，我唔信噶。唔信你就入嚟。乜嘢方法都試完啦，唔爭就試埋呢次咯。好似馬六賽咁搏一搏啊！爹哋，啲水冇问题，你交俾佢哋啊。好啊。估唔到阿志嘅家姐即将写信俾佢，仲买咗吉他俾佢添啊！我敢写包单，佢今晚就揽住嚟瞓。系咧。阿华老豆过身嘅事，你冇讲住。唔讲，后日出殡。唔系唔讲，由我讲。咁聽日使唔使俾個人陪佢一齊出去啊？我希望佢自己自動提出要求，我唔想夾硬揾人跟食嘅。我驚佢出咗去唔翻嚟喎，佢入咗嚟未夠半年，喺呢個階段最容易心思思嘅。我係過來人，我最清楚。我是华，你个衰仔咧，记唔记得啊？不过就算你记得，都唔认得我咯。我嚟咗神溪岛四个月啦，足足重咗40磅啊！而家四肢虽然发达，但系我头脑亦都唔简单噶。老豆啊，呢次我第一次写信俾你啊。我都不知道寫什麼好，我又怕你看都不看撕爛它。其實撕爛封信都不要緊，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不可以再信多我一次啊？老豆啊，這次我真的戒掉了毒癮了。我朝朝都碌大隻眼，就話俾自己聽，要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。我而家識煮飯，識種菜啦。我種嗰啲蕹菜啊，係人都話好嘢噶。你信唔信啊？讀嘅人點寫啊？
嚟啦！翻嚟啦喂，牧师翻嚟，又是嚟过啦。介紹新嚟嘅弟兄啊，安文，安文，安文，兩財，我哋兩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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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求主你亲自保守，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以上的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牧师，这次你住几耐啊？啊，睇下新人的情况点样再决定呢。啊，系啊！我太太要我多谢你，佢话你种啲红枣好食喎。仲有啊，佢讲咧，仲靓过街市买嗰啲添喎。未算靓啊，而家种紧啲节瓜啊，仲靓啊！你走嗰时记得带啲出去俾师母啊。阿华，你最近好似开朗咗好多啊！有咩事咁开心嘅？我写封信俾爸爸，唔该同我睇有冇错字。牧师啊，我有件事想同你商量。咩事啊？我想你派我去照顾个新弟兄。你识噶？我哋识咗好耐噶啦，大家由细玩到大啊。我同佢一齐坐过监，又一齐食过白粉，食完戒，戒完又食，系咁氹氹转转咗几年，估唔到今次喺度见翻佢。牧师，我真系想帮佢。好啊，你去照顾佢。唔该，牧师。喺呢度住两三日得啦，要住成个礼拜闷闷啲啊！你淡定啦，个个人嚟都系咁噶啦。有我喺度陪你，啊！有咩需要即管话我知。喂，梁慧英姐，一支啦，半支啊，半支都冇啊，树枝啊大把。有冇搞错啊？你啱入嚟嘅时候你点顶人啊？白粉都戒得甩啦，烟仔啊，十十岁啦，多余啦，戒白粉啫嘛。又关烟仔咩事啫？呢个连电视机都冇得睇啊！冇电视睇啊，咪睇圣经咯。黐线啦！我入嚟戒白粉啫嘛，你要听人讲耶稣啊？阿文，肚饿未啊？喂，有得食啊？咩嚟噶？白面啊！哎呀，唔错啊！咦？餸咧？冇餸噶？最后得面点食啊？呢条规矩，朝头早食粥，晏昼食面，夜晚先食饭，咁噶啦。Danny， 唔该晒。开乜事啊？咁啊？食啦。吃得呢白面多啊，就唔使食嗰啲白面啦。阿华，今日你哋晏昼煮好多呢啲面咩？睇下个天啦，摆明恰身仔啦，食剩嗰一碗嚟攞嚟俾我当饭食，咁啲英雄落难啦。啊，咁啊系啊，你仲要俾人剃头添啊？剃头？剃你个头？咩事先？剃头的意思呢，就要你好似啱啱出世 BB 咁样重新做人。
大佬啊 ，BB 生出嚟嘅时候都有头发啦，牧师冇同我讲过喎。唔系事必要你剃，但我希望你剃，因为啊，我哋呢度个个入嚟都系自愿剃头噶。咪住，身体发肤啊，受之父母。等我谂过先啦。一啲都冇变到啊！你又变咗好多啊，确确实实几有型啊！你都可以好似咁噶，系好啊！我有一个礼拜冇见到你哋，我知道你哋一定积埋积埋好多嘢想问我，而家问啦。系啦，仲要俾人叫你做烂仔牧师，成日同啲烂仔一齐。牧师啊，究竟你中唔中意人哋咁叫你噶？做烂仔牧师几好啊，可以将烂仔变成好仔。牧师啊，你有冇喊过啊？咩冇啊？嗰次啊，我喺码头见到佢啊，一路祈祷喺度喺度喊啊，哇，唔止一次添啊。乜你觉得喊唔好咩？其实喊咧有好多种，有悲伤啦，有快乐啦。咁你嗰次喊系为啲乜嘢啊？嗰次因为有位弟兄太过软弱，中途出咗去，冇再翻过嚟。喂，不如咁啊，我哋大家一齐唱首歌，等牧师开心下，好唔好啊？好。阿华，咩事啊，牧师？呢封信我冇话我同你带出嚟，因为佢永远都唔会收到，佢已经过咗身。四岁食白粉，食到而家24岁。俾人喊打喊杀，喊咗十。啲街坊见到我，就好似见到麻风佬咁，有个面地。啲细路仔跟住我尾，笑我做白粉仔。我家人远远见到我，佢哋就愠怒。我想翻屋企，
老豆拦住门口唔俾我入，佢话你只想死好，唔好连累埋屋企人。我细妹十年嚟都未叫声我阿哥，我阿妈见识我就喊，好锡我。但我唯有顶人，我要攞钱，我有眼有嘴，有打有嘴，我就自己死去。我而家老豆死了，佢一定死得唔肯闭啊！佢成日话生咗我呢个衰仔，点解我会咁？翻出嚟咪唔会再翻嚟噶，即系咁问啊？哦，摊尾就好啊，要乜冇乜，仲识佢坐监啊？我自己知自己事，我仲未掂啊！我今次出队就等于猫见到鱼，我可能会扑埋去，我自己冇把握，唯有尽量小心啲。真唔需要我陪你出去。阿华，记得祈祷。阿文，淨係隔甩忍冇用嘅，最緊要係靈性上嘅改變。咬下樹都冇靈性，戇居啊你！我唔同你咬，抌咗佢。我叫你抌咗佢啊！是誰的？我的那位是阿華的。把你的筷子在他位置。好，我們現在祈禱。親愛天父，願你賜給阿華勇敢和堅毅，去面對人生各種不同的挫折和考驗。願神氣永远在他心中，阳光照好人亦都照坏人，每个因为吸毒而沉沦的人都有权利去享受温暖的阳光。藉着福音大能
戒除毒瘾，重新做人。喂，话极你都唔听嘅，咁样咩意思啊？攞翻嚟。哎呀，你想点啊？呢个样我问你先至啱啊！我想你医咯。冇。你边度啊？我唔想留喺呢度，翻去旧时嗰度。你咪理我，我有我自己打算。你要记住，只要你一只脚离开咗呢个岛，另外一只脚就会踩入棺材。入棺材我就唔会，我会去温阿华。咁你唔使去啊？点解啊？佢翻咗嚟啦。我知道你唔明佢点解会翻嚟，可能佢自己都唔明点解要翻。我唔明佢唔明，又系你明晒啦。唔系喎，我都唔明喎。我知道你想讲咩啦？讲乜嘢？讲耶稣。系，呢一个系神嘅力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。
其實咧，神氣島嚟講咧，就本身咧，即係話嗰個名咧，正式嘅名咧就叫做火頭焚州啦。咁啊喺嗰度嚟講咧，其實我哋最欣賞呢個神氣島咧，就係嗰個海蝕地貌嚇。咁如果講地質嚟講咧，差唔多佢係所有嘅海蝕地貌咧，都係包含曬喺度嘅，有曬嘅。咁咧就因為佢哋屬於私人地方啦，我哋試過就寫信去俾呢個教會，咁佢就話。這個是給人一個靜修和團契戒毒的地方，就不太歡迎就是人就去參觀遊覽的，所以就是說在船上可以離遠欣賞咯。